今天晚上另外一个主持啊，大家很熟悉的贝卡，对，叫我贝克汉就可以了。贝克汉，大家好啊。那当然呢，我知道我们现场的很多朋友今天来呢，是因为要欢迎一下，也要听一下跟我们两位来自海外的贵宾呢，要学习一下。所以呢，我们先开始之前呢，我们介绍他们名字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多给他们一点温暖的掌声，好不好？我们知道今天来到现场呢，我们有于明杰博士 ，Dr. Jerry Yu， 尊贵的于明杰。牧师，尊贵的哈，余明杰牧师，梁飞生博士，梁飞生博士，李国贤议员，李国贤议员，各位机智董事，各位机智的董事，顾问，同埋童工，还有童工，各位贵宾，各位贵宾，传媒嘅朋友，全部的朋友，晚上平安，晚上喜乐，晚上平安喜乐，俾啲掌声俾自己好唔好？一些掌声给自己。有个 video 咧，待会有一个录像，就系讲我哋机智商会呢几个礼拜、呢几个月嘅活动嘅。讲到我们机智商会过去几个月的活动。Eddie 坐喺边度啊 ？Eddie， 你坐在那里。Eddie， 哪里？多谢，多谢 Eddie 啊，昨晚弄到三点几。昨天晚上弄到三点多。都系我错。都是我的错。咁咧就机智商会有32个字嘅使命宣言。机智商会有32个字的使命宣言。基督的智慧。基督的智慧。汇聚精英。汇聚精英。彼此联络。彼此联络。创造商机。创造商机。燃亮爱心。燃亮爱心。回馈社会。回馈社会。恩泽万邦。恩泽万邦。荣神一人。荣神一人。呢度冇写嘅。这里没写的。我哋嘅使命咧就系，我们的使命就是，我系香港人，我是香港人，32个字咧，32个字系生意咁解，是生意的意思。但我哋由基督开始，但是我们由基督开始，最终嘅我哋嘅目的，最终我们的目的系荣神一人，是荣神一人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基智商会已经有7个年头，基智商会已经7个年头。咁咧，我哋咧係我们呢，好多谢我哋嘅好多嘅童工嘅努力啊！谢谢我们很多童工的努力。我哋多谢阿麦牧师同埋梁牧师嘅麦牧师同埋呢个梁牧师嘅引荐。我们谢谢麦牧师跟梁牧师的引荐。咁我见过呢个于博士嘅事工咧。这个于博士的事工。好欣赏于博士嘅魄力。很欣赏他的魄力。佢系一个世界级嘅 leader。他是一个世界级的那个领袖。通达事务。通达事务。爱国。爱国。更加爱神嘅国。更加爱神的国。好似与神，好似有神嘅帮助一样。好像有神的帮助一样。就像我咧就仿佛。我仿佛。好似一只细嘅。青蛙，好像一只小的青蛙。系一个，我系我自己，我梗系自己。是不是我自己？从一个小井里。